各位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我是黎雲俊。來到2024年的第二日，我先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一起看看天氣情況。這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著廣東沿岸，來到大概6點鐘，各區的氣溫是介乎在17至19度，比昨天同一時間是低了1至2度的。而天色方面，在維港望出去可以看到，天上面都比較多雲，而且能見度都不是太好啊。咁喺衛星雲圖可以見到咧，其實一啲雲帶咧淨係覆蓋住廣東沿岸噶，不過範圍唔係好廣闊啦，而且咧都比較薄噶，所以預計今日日間都會見翻陽光。今日嘅天氣情況咧會係大致多雲，朝早局部地區能見度比較低，同埋天氣清涼，日間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20度。今晚會有一兩陣嘅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而初時離岸會間中吹強風，我哋預計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為廣東沿岸係帶嚟清涼嘅天氣，而去到呢個星期嘅後期咧，呢一股季候風就會緩和，咁所以見得到啊，到期時廣東沿岸嘅氣温咧就會稍為回升噶啦。咁所以天氣展望方面啊，預計未來兩三日咧，一早晚會天氣清涼，部分時間係有陽光，而去到呢個星期嘅後期咧，氣温就會稍為回升噶啦。天氣就講到呢度，下次見。